真正今天有变成一个不同自己的人，请站起来好吗？请站起来好吗？左边这边，这边有没有变装的？这边有个护士，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警察，这边有对不起，警察大队，不好意思。变装很成功，这边也是很棒的美女，还有那边有护士，这边有 bunnies， 这边有没有这边陆军的？是这个今年警察好像特别多哈，是不是啊？And 雷神或者牛魔王 ，one of those， that's good， that's real good。这边还有一个国王 ，and there's a chef， there's a queen。哇，还有这个打扮成那个韩式艾丽的服务员，很像。哦，对不起，你真的是韩式艾丽。好，那么今天大家很开心，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 NBA banquet。那么最主要是我听说你们这个台湾的 buyer 呢，同仁们都是 work hard and play harder， 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是要 play harder， 所以今天要跟我们一起狂吃狂喝，一起中大奖。大家说 OK 吗？ Yeah, I don't hear you. Are you ready?我想是大家吃还不够，没问题，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一开始呢，当然每年派对都非常有创意。今年的这个主题派对，除了大家变装以外呢，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自己。现在，我们的议题主管们呢，搏命演出。我想大家刚刚看三十秒的预告，是不是？因为今年我们主题是什么？是变装派对，所以呢，我们改编了国际大导演卢贝松的电影。我们用了他的制作团队，我们打电话给他，跟他讲 copyright 嘛，卖给他说不可以，我们随便你。我们照用。今天我们用最热情掌声来欢迎由我们一级主管们搏命演出的这一支全球首播的台湾 buyer Lucy， 掌声鼓励一下。